探索活动，影响重力位能大小的因素。矿泉水好重，哇，掉到楼下去了。哎呦，这几瓶都撞歪了呢。这边的则几乎保持原样，大概是因为掉下来的高度不同吧。嗯，只有高度会影响吗？我看小瓶的矿泉水也几乎完好如初呢。嗯，收拾完毕后来探索看看吧。准备一颗高尔夫球，一颗桌球，以及一个盆子。盆子内装细沙约九分满，并使沙面保持平整。从沙盘上方相同的高度，同时从静止释放两球，使它们自由掉落沙盘中，观察所留下坑洞的情形。可以看到，质量较大的高尔夫球在沙面上留下的坑洞较深。接着，改为将两颗高尔夫球由不同高度自由落下，观察高尔夫球在沙面上所留下坑洞的情形。可以看到，从较高处落下的高尔夫球，沙面上留下的坑洞较深。由以上活动，我们可以归纳出重力位能与物体质量以及高度差有关。